爱心企业，时时不忘肩负的社会责任，用真心爱心为贫困女子撑起了一片蓝天。在此衷心的希望社会各界继续奉献关爱之心，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也殷切的希望每一位同学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积极向上，勤奋学习，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瑞士一梦有限公司张瑶芝女士上去表示衷心的感谢。